大腿内侧，内侧，内侧，内侧。你这个像话吗？哇塞，哎，出手太狠了！第一关考的就是触觉，好可怕。好衰哦！上着上下身淋巴，这有分吗？请我们在哪里告诉我们上下身淋巴在哪里？有在内侧跟大腿内侧，内侧啊，内侧内侧，内侧内侧，内侧那不痛死了，可以吗？这个怎么做？应该正面。哇塞！下淋巴。最后十秒，哇塞，三秒，两秒，哇，这么多，一秒是什么单元？这是什么节目？84.4，好强哦！有没有？你要看一下，你这个像话吗？哇塞，出手太狠了，来来来，好凶的。间谍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会玩，厉害，来来来，你坐这里，你坐这里，好会忍哦，你坐，坐好，坐好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来来来，换你的其他抓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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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你怎么那么能忍啊？预备，开始。为什么你也要忍啊？哎。很痛，哎呦，一百零二，很痛，喂，不能叫，这种事情谁都能讲，就你不能讲，这种事情痛，太可怕了。好，好，归零，归零。脚很痛，哎呀，好有想象空间，要面对镜头，要面对镜头，大一点。站得起来吗？你看起来身体很健康，很痛，对不对？好痛哦！怎么样？我的大拇脚掉了，大拇脚掉了。哎，就是好像是那个婕妤婕完全没有表情，而且很恨。对啊，扭断，感觉很轻的感觉。那个脚很奇怪，很痛。但第三根中间那一只的第二节那一段，旁边的哦，哦，有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哦，那个是全世界最痛的地方。哦。我跟你讲，头真的超痛的。没有，那是因为你身体问题很多吧？对吧？人家比较健康，搞不好人家来。对，他的气色这么样的好。对啊，先让我运一下气。对对对，有个心理准备。76.5，我跟你说健康了，可是刚刚
后面这里还好，按到太阳穴特别痛。主要是太阳穴的偏头的地方。哎，76.9，好能耐。最好的成绩耶。落晒就不要拍拍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拍拍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，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